Viki 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月，由我主演的电视剧《失效》在 Viki 上播出了，欢迎订阅 Viki Pass 观看哦。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顾毅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在这里还要感谢 Viki 的粉丝和多语言字幕组的支持。海外的朋友们，请锁定 Viki 观看《失效》，爱你们。